哇，来到爱地球了，来，我们往继续前进。这里有一间圆形的 Lawson， 要来换票的话可以来这一间呢、啊、前面那个一定就是游客中心呢、啊、继续往前走，前面都是卖青石以及我们又要再准备坐电梯啦，有时光电梯的感觉。刚刚在正面拍摄的，绝对不能错过电梯下来一楼，要记得往前走之余，要记得往后面看一下啊。继续往前走，哇、啊，好可爱啊！这一次因为我们只有买到大仓库的票，因为说真的11、12月、1月、2月真的是超热门的，因为抢票都很难抢，到3月的时候就开始退烧了。好，我们前进，哦，漂亮，天气好，什么都美丽。没有想到我们选择这个时间还要再继续排队入场。进来会场了，这是入口的时候会发印象展示室的门票，小朋友有免费一张。简单的拍摄一下全景给大家看啊，天空之城，好。另外一个角度，小婉在看什么？你下楼梯要小心哦。排了好久，终于进来了，排了将近快一个小时了。我只有一个人，所以就只能这样拍给大家看啦、啊。喂，考古学研究会，万佛寺。电影的场景，赶进度，哦，所以全部的电影都在这边。我没有每一部都看，只能学他看。哦，这个画面，天空之城，飞船。哦，没想到为了个还是排这么长哎。我们走进建学路，就看到了。哦，好大一只熊，一只熊猫，又看到好惊讶。这里面真的都是大仓库里面放置的东西。
小婉看到龙猫，看到龙猫，走走，哇，好多道具哦。带路啊！啊，你带路。这间小朋友可以来玩，所以有很像要龙猫公车啊什么可以玩，但里面是禁止拍照的。机器人馆长室，哇！最后在这边陪小孩玩一个多小时，最后大人什么都没有玩，再会。